日要来分享啊，这是基督的爱，基督的爱的系列第三集，第三个系列啊。过去我讲过头一个系列，第二个系列了。这是第三个系列。这所谓基督的爱呢，我是按照腓利门书圣经的腓利门。Ephesus of Philemons 啊，多啲以腓利门书啊，腓利门书，福建话唔知边人叫啦，腓利门书啦啊，啊多啲新约嘅圣经里边，请你拍开腓利门书。腓利门书是圣经里边啦，几本圣经里边第一本册，第一部已经第个三百部本几章，干那一章尔。里面有总共有几节，看到未？有看到《腓利门书》新约里面的《腓利门书》，圣经讲《腓利门书》有25年的底呢。了，按照如果是算中文字啊，中文字标点符号算落去，总共807字呢。按照伊个原文希腊原文呢，包括334字呢。阿咪书圣经放一个安尼底个册，到底内边有阿咪作用呢？有阿咪帮助呢？人要来看。圣经讲，这本册呢是保罗个14本册，保罗总共写14本册，到底新约个圣经内边，其中一本就是这个腓利门个册。腓利门的册会使讲是圣经里面啊，真啊属人的批爱。保罗把写批给提摩太，把写批给提多，把写批给教会，把写批给真侪人。特别圣经讲，在这经里面呢，保罗写批给一个人名叫腓利门。腓利门，因为腓利门是一个好义的人，古早伊有一个叫做。叫做仆人呐、啊，就是有一个阿婶啊，伊古早大基伊个厝头走出来，摕了伊主人个金钱个镭，走个真了远去，走到第离开伊个厝，就伊个俄罗斯个所在个厝，离开去到罗马个所在。你啊，到去罗马个时阵呢，叫做物件，保罗个拄着伊个老宅，即老宅名叫 Anidemus。阿尼西姆，这阿尼西姆呢，佮因为安尼目个保罗传福音来听，伊佮接受了耶稣。到今2000年前，罗仔是一个结善的一个，叫做安尼讲啊，是一个一个无地位的一个叫做一个人诶，伊无家己的自由。主人阿姨半暝三更甲困，伊们就半暝三更甲困，所以这阿尼西姆咧，到底阿暂时阵咧是一领无地位的，会使讲就算伊有一个家己的人出家的人呢，伊们无管家自己阿哩查某，还是家哩达波教因，伊主人会批准让白白两人同居，们袂使派人教因，因为无管，因为无地位在咧社会，特别咧圣经甲人讲，即腓利门咧，即册内面咧，启示予人知影咧，人知影讲，恶人叫做黑奴啊，恶人的奴才啊，到佮十八世纪的末了，到佮十九世纪的时阵咧，林肯啊，佮来解放即黑奴。荷兰甲贪着自由，特别十八世纪、19世纪之前呢，拢是全家了全部奴才。所以你看，特别圣经甲人讲，2000年前保罗个开始写批予腓利门，已经看了这个问题了。然后人知影福音，这福音呢，安怎行讲到去这个？当时的社会，虽然暂时2000年前的点声是归世界是奴才，在罗马的，在去罗马的记录里面，罗马总共有600万的公民，到去罗马的社会，
特别因有阿三归啦，归阿三咩五千万的阿三。意思是讲咧，这六百万的公民，诶，这五千万啊，这六百万的公民，佮超过这罗仔了。那是这罗仔啊，五千年前啊，是要来反征婚来反动时的社会，这个了的人啊，无在了。红烟伊啊，反起来了，佮罗马城门门门，安尼讲，怕死家己了。代表你看到咧，今日托起这个车位咧。保罗做了一项物件，就是用了基督的爱，用了基督的原则来帮助这个家庭，就是叫写批给腓利门，加腓利门求证讲，这个尼迪摩古扎不派不不到那位走转来，走出来，头体累累，今日已经信主，已经悔改了，未来叫路来接待伊。兄弟们，你看到咧？我要小话甲你讲，将物件你该明白。那是只罗仔，自己个厝走出来的罗仔，那是个掠个转来，内情形个做。头个情形呢，伊个主人有管，也一个正烧个铁，行火个铁，来打印自己个头壳顶个位，何人知影？这个罗仔古早是走过的。所以白刀一走的时阵，能够确实看到哇，这就是偷走的罗仔来，这是第一轻的处罚，第一轻的一个审判来。过当的处罚，过当的审判是安怎呢？这个主人有权将伊定十字架，还定死去。所以，你要了解安尼，点么今日和圣灵感动，已经接受主耶稣了，伊要到转去的主人的处罚，是真啊大的一个勇气来啊！这大的大胆的进行大胆的一个决定，要到端的。伊在讲，也是讲伊一个无小看，那是伊主人，也是起哄，也是片面，也是不过对伊有认识，伊的生命 any time 都无意了。特别今日伊今日按照上帝的工，上帝的主工，福音的工开到伊生命边来主工，伊愿意到端去伊主人的面头前。保罗因为无放心，就开始写了一条批腓利门一本册，写给腓利门的主人讲：，如该求证讲，这个安尼底摩已经信主了，安尼西姆已经信主了，已经接受主了，请你接待伊。但是你圣经你拍开十五节，第一章十五节到十六节、十七节，咱来看。正如看未到，你看咧圣经啊，会较分两半啊。第十五节你讲嘛，伊暂时离开你，也是讲叫伊永远你谈着伊。第十六节，无过再是罗仔，乃是管过罗仔，是亲爱的兄弟。我实在是安尼款，个免讲是你咧。这无关系，就去按照肉体讲，还是按照主来讲。第十七章，那你那是教我白白做同伴，如果接纳伊，个啥接纳我，安尼款来人做着几多？特别的，今日阿莫将这个钢带交在你手中，我将下的姊妹交在你手中，开样的熟练鱼啊，掺熟练的目睭来领受你从天顶倒落、坑倒落来的玛纳。好像会多几类话里面，会来建造，会来增多，会来接受，会来改变，会来热心，嗰时候来热心来学晒路。主啊，我将以下点声交在你手中，何路会仆人讲的每一句话，拢按照你心来讲，好像会领受到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先甲人讲。那是你看了圣经节里面呢，有腓利门的点三时阵呢，保罗写后腓利门时阵呢，又讲一句话真要紧的啊。那是你拍开圣经来看，咱来看腓利门讲咩话呢？腓利门讲了一句话，伊真要紧，我不要让人注意的，就是伊讲到第八节，我虽然靠了基督的一领大胆来交代你做啱的代志，第九节，
特别咧，像个我安尼有年纪的保罗，现今阁为基督的基督耶稣着切卡骨，甘愿用爱心来求你。兄弟妹，圣经甲咱讲，保罗的点声咧，是着去卡骨经的位写一条批，和这叫做腓利门的。那兄弟妹要注意一项物件，保罗阿秘书会切卡骨咧。保罗偷摕物件借卡古，唔是。保罗去台人借卡古，唔是。圣经甲人讲，保罗是因为传福音的缘故，为传主耶稣的福音，因为伊放落卡古经位。特别圣经甲人讲，今日这借了卡古经的保罗，伊无用安尼款来，因为安尼款来激心，安尼款来乱聊，反倒对伊都记。加罗就去卡古经位写了四本真正要紧的册，头一本就是这个腓利门书，第二本就是哥罗西书，第三本就是以弗所书，第四本就是腓利比书。这四本册叫做卡古经的册。所以卡古经写这四本册时阵呢，是保罗就去伊的一世人内面呢，领受上帝启示第一关的时阵，第一深的时阵来写的。特别在圣经上面讲，保罗是点写时阵，伊讲伊家己形容家己是我安尼有年纪的保罗。保罗写这本册时阵呢，伊唔是要来表现，啊是讲家己是一领有正，安尼讲有年纪了，倚老卖老，我是老了，我是只有经验，我只有年纪，我只有历史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，伊唔是安尼款的这，反正对伊讲，我唔系安尼款，我有权，我是士大，我有权。来要求你做啥物件，但比我无安尼款做，我凭了信心来求你。头像保罗讲有两项，形容家己有两项物件。头一项就是讲我已经有年纪的保罗，第二项伊讲物件，我把你是借了卡古经的保罗来求你。我头甲尾几本册，真奇怪，这本册内面呢，伊从来无用伊的代德。有一般到人有淡薄呆的，咱个真袂有袂予人知。我是 doctor 的，我是 doctor 詹呐，我是牧师啊，大牧师知无？咱袂有袂予人知咱个身份。但保罗这点啥？咱看保罗伊无弯头个，到尾只读起这本册内面，伊唔捌用伊个师徒个身份来写这条话。伊讲，万如我是安怎款人？头一种的人是我是一个有年纪的人了。第二项我是安怎的人？我是借了卡古经的人来求你。咱看到保罗啊，是一个上帝大大使用的一个大使徒啊，伊们无用一个权柄，一个哪你看，一个人有权柄的人，有权的人，但伊无随便用一权柄来去命令人，这人无简单。这人和耶稣同伊生内面，也叫有淡薄做工同伊生命内面，三百只点声，伊也要谦卑，无大行用权，用伊个那种伊个这来命令人来做工。咱看到保罗是一个谦卑的人，那按照人的角度来讲啊，这保罗只要卡古经是无路用了嘛，对？伊唔敢袂做了这卡古经，对不？我唔知你捌借过卡古经哦。我唔知讲，你知影借卡古经，有影是影无用啊无？那我本身个捌借过卡古经，有影啊借啊卡古经时阵，你阿咪叫阮袂做，外口袂联络，阿袂拍电话，你要食一包叉肥唔好，你要真啊坎坷，甲会。我记我古早我借卡古经时阵啊，我唔是为了派数借卡古，当然我古早为了派数借卡古经啦，真啊借到啊。入卡古经，加入厝，我系第二厝，第二间厝，入厝之厝，安尼款啊。我记啊，每一道我已经先租了，我个是借卡古经话啦，唔知是卡古经，加个我够闲安尼款啊。所以我个入卡古经，我记讲啊，一暝一暝呢，我多一暝呢，一暝内面啊，上加多一年安尼款的痛苦，因为古早你排经时阵，你无感觉入卡古经正痛苦，但比你已经先租了后啊，如果为了丢物件来借卡古，你干嘛都该委屈？哇，真咩真一坎坷过，还是咪？读卡古经位，阿咪讲无谈穿衫，无谈穿裤，是透过去读卡古经位，一壁内面一落夹板，真一坐白石咧。
半暝个夜小强守鬼，抓守鬼，然后你困个双双时阵，你个听哦，苗初该挖了鱼啊呢，我那苗初们守鬼，无配单，还即款，嗰个面讲保罗现读个两千年前的卡古啊，伊借到个卡古两千年前，伊来写一条配。伊会使讲，读起伊个卡古经诶经验来讲，伊会使读起个配写真侪无爽诶物件啊 ，complain 诶物件。哎呀，这卡古经够食辣，都无物件，特别无。你看啊，保罗读起这卡古经写诶配，拢是真正有积极诶，真正 positive 诶，真正鼓励人。所以你看咧，保罗诶生命，会使讲是上帝多多使用。按照人诶角度来看咧，保罗这卡古经应该是无路用了。因为伊袂做物件了，特别咧按照新的角度，按照新的看法咧，保罗坐卡古经是特别是有用的，因为上帝爱保罗停落来，安歇落来，安静落来，因为上帝要给伊更加高的启示，更高的启示来响应。上帝利用这卡古经的点声。读伊罗马的时阵，圣经记录的有记录条的，伊坐这卡古五年。这两年的点上时阵呢，一写了这四本册，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、腓立比书、甲腓立门书。这四本册内面呢是保罗领受啊，上帝启示第一卷的时阵写的。那是今日无以弗所书这本册，那是无哥罗西书这本册呢，人人唔知啊咪叫做教会。人人感觉咧，教会是一个 building 啊，人感觉咧，教会是一个会所来。是一间会所，是一间建筑物，是一个建筑呀。特别今日保罗读起这个腓立门书的时阵，可能看到怎样？保罗正清楚，教会不是一个处，一个帮处呢。教会是一个耶稣基督的身躯，耶稣是教会头，伊是教会元首。人人甲了是伊个身躯 ，is OK。所以咱看到物件咧，保罗写了这本册时阵，伊有一下读完的启示，咱接落来看。那这他妈别去讲个，就是他妈跳过了。看了荣耀的头，那是路圣经，请你拍开啊，以弗啊，这个都《使徒行传》Acts Chapter Nine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。第三节到第五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第三到第五节，从读第二节开始。Acts chapter nine, verse two to five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第二节到第五节，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五节，伊讲啊，保罗求文册，佮予大马色的每一个会堂。那是有人找到新奉这个道的人，无管大波杂波，佮尊仰百多基来坐来耶路撒冷。扫罗行路要到大马色一个所在时阵呢，忽然间天发光，照了四周，也照了裤脚四周围。第四节一个屁到去裤脚位。听到有声音对讲，扫罗，扫罗，为什么你逼迫我？伊个讲第五节，主啊，你是啥人？你是啥物人？主讲，我个是你阿伯的耶稣。圣经可能和保罗，和保罗看了啊，甲保罗启示这时阵，咱看到物件咧，保，咱教会唔是一个建筑物兄弟姊妹，今日你要白，阿咪是教会，教会唔是一个建筑物。教会是耶稣的身躯，耶稣是头，头在天顶，身躯在脚下。每一道教会那是跌倒了，每一道教会已经没落了，已经开始失败了，开始离开主的心意了。咱会看到教会已经开始去传统了。咱看到到了来教堂是来做一个好款呀。来修圣餐是一个款尔，特别无个真实的意义在内面了。兄弟们，圣经讲，保罗看到一个启示，这启示咧，伊看到一个头，阿咪头，就是荣耀的头，咱个主耶稣。咱从个意象内面，意象内面咧，
保罗头一句问的就是：主啊，你是阿弥人？主回答伊讲：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。保罗跟伊问讲啊：主啊，耶稣你已经死了第十二架，死了归头我复活归头我去天堂了，我安怎阿伯你？无可能，我系阿伯了，你嘛就去天堂位了嘛？你到去天顶，我安怎阿伯你？好，耶稣，主，咱个主耶稣，和保罗看到这物件，原来教会就是基督的身躯。阿咪时阵，你动着教会，你就是动着耶稣；阿咪时阵，你拍着我的身躯，就是教会，你就是拍着耶稣；阿咪时阵，你侵犯着我的身躯，就是侵犯着我。你看到无？这个是保罗所领受的一件大的奥秘。今日你也是来教堂，安尼久你唔知咩教，阿咪叫做教会，阿咪叫教堂啊，是一个点声系，只嘛你要好好来学，阿咪叫做教会教堂。教会教堂唔是来参朋友来拜朋友的所在，教会是一个耶稣的身躯。那是保罗无拜基督的耶稣的身躯，基督的身躯咧，伊可能就是只骄傲的人啊，一人独去唔顶，下万人独去下卡。那是主要将所有的旨意讲给保罗听，保罗变成一个无需要任何人的一个人了。主讲，你要明白我的主，要明白我的旨意哦。那是你要明白我的旨意，你甲紧急大马士去找一个人叫做阿拿尼亚 ，Ananias。你看到这奇怪、这奇妙的是，上帝无叫保罗去找彼得，上帝无叫保罗去找。无叫找保罗去找约翰，上帝也无叫伊找雅各，但比上帝叫保罗去找一个无出名的一个普通的信徒，名叫阿拿尼亚 （Ananias）。这可能看到咧，保罗是一个真是谦卑哦。古早保罗做物件咧，是靠家己讲那个算数了。但比咧，今日啊，主耶稣解讲，那是你要了解我的旨意，你要去找一个人名叫阿拿尼亚，伊会去帮助你。那是你今日，你要谈到咧目睭，谈到伊滴，圣经讲啊一日，伊行到去街路时阵，伊拄好要压了车，压了伊的皮，要去到。啊！大马士基利亚基督徒，保罗阿未信主之前，伊是迫害基督徒的一个领袖来。伊到处去各处为母基利亚信主的人来坐卡古，来拍，来抬基督徒。但变只行，伊去到这个路行的时阵呢，在大马士基时阵呢，忽然间天开了，有一光照落来，照啊落来，三百保罗的目睭未看到，伊披在裤脚位。边仔的人，你唔知发生咩事。圣经讲一日，保罗的目睭青咩了？当保罗的肉体目睭青咩时阵呢？一瞬间目睭开了，伊看到耶稣伟大的这个事。原来呢，一个规个教会唔是，那你想对啊？今日咱来到这所在啊？咱来到这五千年前，咱已经来到这松松快快，有一个所在，咱搞一摊坐，有下干摊吹，咱来到教堂有来敬拜主，有音乐摊拍，有歌摊拍。代表相对五千年前啊，信主的人要信耶稣是一个真正危险的代志来。五千年前教会是受压迫的一个教会来，因无惊这个概念来，无惊你的一个思想讲啊。我个买 building 买厝买地来去教会啊，来聚会啊。样，我就要逃避一个坑，一个所在来聚会啊。有就可能入人的厝，佮开始个一个教会啊。多去古早五千年前，教会唔是一个 building， 教会是人。当我圣经讲，那是主耶稣讲，那是你奉我的名。五三个人组织做聚会，我就多记录安尼勇敢。所以教会不是一个 building 的姊妹，
今日扔来搞就多在那个两千年前那这这啊现代的时的社会咧，咱已经离开了上帝的心意啦。咱想讲话这 building 真要紧啊，咱无博咱无用去为这 building 来无用啊。现在只卖两千年前嘅，样无一个 building， 样无教会来可以徛谈嘅，因为样混混正嘅有人要来太阳，混混正样要就亮起来。所以两千年前的教会，两千年前的基督徒才清楚知影讲，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、建筑物，教会是甲了这人组织做一伙。教会意思啊，读个希腊原文叫 ecclesia 就是个上帝，读个万万人中间呼召一部分的人出来组织做一伙的人叫做教会。所以当我讲教会时阵，兄弟们，唔是一个 building。我讲教会时阵，在圣经按照圣经解释，按照圣经讲的讲法咧，人是教会。有两个人，有两个信主人做聚会的时阵，都是一个教会啊。阿免你变教咧，出家就咪讲都是教会。所以教会唔是一个 building， 教会是人，教会是人组织活掉的人。今天咱的国家直接的政策的改变，从今日起，马来西亚袂使有信主的人，教会该砍掉，用火该烧掉，圣经该拆掉，咱够怎样聚会哦？有，因为咱的教会唔是一个 building， 等咱无限，这可能这国家的政府无准咱。啊！新主人做主，无和教会和新主人做主会了，无圣经坦堂了，人都是有在了做教会。阿咪说咩？人都是教会啊！所以兄弟妹，你别有准备。圣经讲耶稣别来之前，别来之前咧有魔鬼，有假的先知，有假的基督要出来。这假的基督、假的先知别来破坏教会，别毁灭教会，别毁灭教会。兄弟们，那时间都无准备好势，圣经有从来无读，聚会有聚会时都无注心来聚会，有聚会有时有来有地时都有时都无闲来聚会，那直接上帝这个阿伯领导噶人，咱无圣经读时阵，人未使合法来聚会时阵，乱做好。人每一日每一个人向之外，人要做好准备。一日这阿伯来时阵呢，人认袂着人这圣经。当这圣经无时阵，你安怎读圣经？圣经讲：我将你话藏伫我心内边，免得我得罪了你。所以向之外，你需要上帝话。你来到东西来参朋友，来小招妹。来看看天气老，你噶了是好诶，这拢是应该爱有诶。但比国较要紧呢，咱聚会做聚会时阵呢，咱要了解圣经甲人讲诶一个原则。人是耶稣是头，人是咩？神父，家里边出边讲，人是耶稣诶神父，家里边出边讲。所以呢，那是都是神父来讲呢，人个别了解。阿咪是耶稣的神骨，人就无来看。了解耶稣的神骨，第六节伊讲物件，第九章第六节伊讲物件，起来入城去，去做你应该做的代志，必有人讲给你听。第十七节，阿拿尼亚佫出来，佫去了入了阿个厝，佫阿手落去保罗的神骨顶，佫讲兄弟保罗、扫罗，你来的时阵呢？向你显明的主，就是耶稣叫我来，叫你会看到，搁何圣灵充满。你看了，一个基督的神骨会何一个人会谦卑落来？伊把你开始明白基督的是，伊是唔只不过是基督的一个神骨尔，伊需要另外基督的另外的神骨来甲伊讲上帝之神状。保罗现今发觉到，伊唔是耶稣归的神骨，伊是耶稣的内面的一个小小的神骨尔。
这个功课是真正深的功课，保罗学到了。所以会教人，伊会教人在圣经的意思，会教人讲，我比圣道内面第四一个更加细，任何第四圣道拢会来教导啊。保罗会讲的话咯。保罗讲，喂，我是一个大师徒嘞，我免人教的，我是真教的人嘞。虽然伊真教，伊读了神学真正深的人，但伊无能讲，伊讲。干了，这圣道内面第四一条，满只要加是哇。所以看到基督的身躯内面的腰筋的地面，卖有人我的思想如果傻了，有人干嘛讲？哎呀，这个人无经验，这牧师无经验，要叫大牧师来基督化教教办法的。有人敬牧师来祈祷哈，有人讲哎呀，这叫未晓，这人做鸟的未晓，搁要请大牧师、李牧师来祈祷才会使啊。别人的无效的，别个牧师无效的，搁要请白白这大牧师来祈祷。那是你安尼想法，安尼看法是就是你无了解阿弥叫做耶稣的圣主了。保罗领受上帝旨意，保罗。和上帝话藏在伊的心内面，保罗领受上帝医治，一切病啊，暂时圣经讲一切病无人无只看到路人砍了，伊行进到城内面，佮拄一个人名叫阿拿尼亚，阿拿尼亚阿手在伊身躯顶，伊目睭看到了。这问阿拿尼亚是一个使徒无？阿拿尼亚是一个出名的彼得诶使徒彼得，唔是？伊是出名的雅各哦，唔是，伊是出名的约翰哦，唔是。原来基督的身躯的一个秘诀什么？原来耶稣基督的身躯的秘诀就是讲，人人拢需要大家。当我来个教堂时阵，今日听姊妹，你敢嘛讲？哎呀，我无需要人当我手，我无需要这些人，我无需要参这些人，我说我无需要这些人呢？你看未到耶稣基督的身躯了，一个目睭未甲嘴讲，我目睭会看人诶，我会看头前路，我无需要嘴点点，未嘛都未甲你目睭未甲嘴讲点点，我看了路，我行路。了，若是你一日无小心咧手，火火烧，烧了碰破。你手就伤，你正手未甲倒手，哎呀，来金是歪手，倒手就伤咧，唔是歪正手咧，要紧无事诶，无歪事，未安尼可能诶。兄弟们，今日你有，今日若是你看到耶稣是人人的头，是教会头，耶稣是咱这个教了教会头诶，人人都是信徒，人人应该看到，人人拢平平是呀重要，组织组织会。所以当你看的时阵，那上帝要买给保罗跟他谈了一个道理理论尔，所以耶稣叫秘书，耶稣叫保罗入城去找一个人，这人名叫阿拿尼亚。伊等伊入城时阵，伊看到一班的人组织了一会，是主的门徒，是主用宝血买回来的，是样个是基督的身躯啊！保罗看见呢，伊要明白上帝旨意，一定要在伊身躯内面谈着明白。所以保罗落尾的时阵，伊家讲一句话：，我甲白白正圣道个了的人，白白明白主的爱是何等的长过高深啊！我要明白基督的爱是偌阔、偌深、偌广、偌济。原来。一直人未去明白的，原来伊要参了人，会该明白上帝爱，所以做基督徒你未使做 lone ranger 呀，单枪匹马呀，我不爱参人个，我信主我一人好了个，这思想是唔对的。圣经讲啊，人啊，基督徒唔是人家咧修道士啊，落去做山坑位念经有平安呀。你不是一个人走去山坑内面去乞谈着乞事，就谈着上帝的同在。原来上帝同在，圣经讲，那是你教人挪山的人组织做一回，我都教你同在。你一个人没有上帝同在，你知吗？
原来上帝的旨意要放到去教会内面，就是人人个别有联络、有交通。啊，咪是啊，咪是叫交通，咪是叫联络呢？那保罗提到去亚拿尼亚，亚拿尼亚做咩嘢？亚拿尼亚阿超到佢嘅身路顶。亚拿尼亚讲：主叫我来，叫何路把主看得到，谈你病谈就好。这阿超真有劲咯！这阿超代表咩？这阿超代表联络。这阿超代表咩？这阿超代表交通。我想个人诶，阿咪失败，今日来搞了，来人中间，人阿超向伊阿超，这叫做联络，这叫做交通。人到底主内面有只联络，有只交通，人人行一个神故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神故。人接落来看。结果呢，保罗的目睭看会到了，了主过用了神父的一个肢体，和保罗的目睭看会到。保罗从阿日起，伊讲我袂使无主，我唔袂使离开基督神父的每一个人，因为这是教会，这是耶稣的神父。本正呢，保罗是一个目中无人、无爱人、挖苦人的，伊本正呢是要抬亚拿尼亚那款人的。这两个人不能见面的，这两个人见面的广啊，不是广东话啊，成语讲的这句话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。一个人要，一个是要抬基督徒的，一个是和人抬的基督徒，所以两个人不能见面的。特别呢，亚拿尼亚就是伊想要利亚的人，特别呢，亚拿尼亚拄了保罗头一句话讲咩？兄弟保罗，伊无叫喂。啊，喂，某某人啊，你阿咪人，一千号保罗叫做兄弟。大家阿那尼亚是笑的，伊唔在讲保罗个是转变力啊，阿那番人呢？保罗个是变力啊，阿那尼亚个要睇阿那尼亚番人呢？特别阿那尼亚摸蛇胆，刚刚去吹保罗，佢来去为保罗来祈祷，无小心来讲保罗也都睇死个死去啊！阿咪说亚拿尼亚敢咧做咧，因为亚拿尼亚知影长物件，亚拿尼亚看到伊是耶稣基督内面的神父的一个，所以伊今日一家伊白白做聚会，咱继续看落去。所以保罗需要伊需要保罗，无管保罗是按照多的速度，伊袂离开亚拿尼亚。因为也是离开了一个无明白上帝旨意啊，这是很要紧啊。相反，咱过来看落去，圣经教我讲，当咱读到一个物件，读到一个人，就是叫做阿尼西姆。阿尼西姆是一个奴才，特别保罗写信条的时阵呢，从今日起，阿尼西姆唔是个是奴才啊，是权贵奴才，是亲爱的兄弟。所以人要知影，人唔止未离开主，人们未离开教会，因为教会是耶稣的神父。人唔是按照传统来讲，人唔是按照组织来讲，人是按照耶稣的身体来讲。所以弟兄们，人要了解，人要白讲一件，今日来搞堂，唔是来。欢喜喜，老老住，特别人人有到去主内面神父来联络。兄弟姊妹，当教会受压迫时，当人开始来两千年前到去保罗的点声，到去使徒的点声，人开始来抬基督徒时阵，圣经讲。头一票人叫台的人叫做 Steven 斯提凡，头一个殉道者名叫 Steven 斯提凡。当人要亚巴都看好 Steven 的时阵 ，Steven 讲个物件，斯提凡讲个物件，我看天顶开了，我看到耶稣到去耶稣到去天边的正手边变起来，这是一个大的启示啊！当耶稣就睇了复活升天，对了天堂，伊坐在上帝正手边，
从阿根廷去都唔捌离开了。特别当教会阿是兄弟姐妹受压迫时阵，耶稣坐未掉伊，圣经讲伊爬起来。所以兄弟姐妹，你是真要紧无？你是真要紧，因为耶稣看咱人真要紧。当你面对遮济痛苦，面对遮济个，面对遮济个委屈时阵，耶稣坐未掉伊。耶稣在伊个宝座位啊，爬起来，圣经讲。上帝的帮助，耶稣坐到边是唔捌离开的。特别因为人那是受委屈，人受软弱时阵呢，耶稣白。所以阿姊妹，建议咱来捌正件，一个正要紧的原则就是，人是耶稣的使徒，人彼此爱需要。都卖个想讲，就哎呀，我不要紧，我一人就好了。因为当你一人，你讲你一人时阵呢，你完全无明白、无了解，你是耶稣的身躯。一人把耶稣是伊的身躯的人，伊会看到人，别个人的需要，参伊会感受别人的需要。所以今日你要再讲到底，你是不是耶稣的身躯呢？正好的一个查考是，你会感受你系怎么的需要。今日，咱看到这个经节，甲咱讲呢，保罗呢，佫是一个人，古早无明白、无理、无捌、无捌，入主的时阵呢，一睇就是基督徒。特别今日伊捌了后呢，上帝头前成就的叫伊谦卑，去找一个正细细、正细细无名的人，叫做阿拿尼亚来为基督。这个是耶稣做的原则。甲教会要做原则，所以今卖今日，你是教会来教会，就准备讲你是教会。教会唔是一个帮助，教会是就是你甲我，阿门，阿门。哎，咱大家站起来。